Cohen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麻油鸡，不晓得你喜不喜欢。通常我们在外面吃麻油鸡啊，其实你很少看到会放金鸡鼻。那这个其实是我以前外婆在做麻油鸡的时候一定会放的。那放这个金鸡鼻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甜啊，跟柑橘本身的香气可以稍微中和一下麻油啊、鸡肉这些油脂的口感，所以你在喝汤的时候呢，就会感觉非常非常的醇厚。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麻油鸡汤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妨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